请我。在这儿吗？你都没有过试用期呢，我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亲你？我还有试用期。你当然有试用期了，你这么帅，这么完美，喜欢你的人这么多，外面的诱惑这么大，我怎么知道你是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？安宇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真的对感情非常非常非常的认真，你不要拿这种事情再开玩笑了。你再这么凶，会被扣分哦。那，你试用期评分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？依据我的感受。那试用期有多久？不会太久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OK， 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想不想知道我的依据是什么？会越下越大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可是这么大的雨，我们怎么走啊？我有办法。来，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的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。